彰化伊娜好幸福112年儿童聚乡镇巡演活动29日在芬园环保公园内风雨球场邀请到海波儿童剧团演出《勇兔如比》与《黄金萝卜》，30日则在秀水高工邀请鞋子儿童实验剧团演出《老鼠娶亲》。县长王惠美与孩子们同乐度过愉快的假期。彰化伊娜好幸福儿童剧，那这一场是第八场嘛，是熊妹一场哦。那看到孩子们集章集的非常的高兴，真的有人八场都跑来哈。那我们最主要希望透过儿童剧给孩子更多的这个艺术文化的一个这个培育，透过儿童剧给孩子更多的这个忠孝节义以及做人做事的一个道理。那今天特别谢谢秀水高工提供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场地，谢谢秀水工所协助我们把这个活动办得啊这么一个好。那这个再次的谢谢，那我们会持续不断的给孩子们更好的教育，让我们孩子能够在我们地方快乐成长、快乐学习，也为我们地方培育出更多更好的一个人才。这个彰化囡仔好幸福哈、第八场的这个儿童剧表演来到我们秀水高工哈、今天主要有这个鞋子这个剧团哈，它也成立30-40年。他对于这个儿童的戏剧推广、教育推广非常的彻底。今天这个戏剧也希望透过戏剧的教育，可以让我们小朋友这个创造力启发他们的创造力以及这个艺术的这个天分透过这个戏剧的表演，让小朋友吸取更多的这个儿童以及这个其他的，包括一些艺术，还有这个启发他们日后对他们的这个教育非常有帮助。那我是阿明叔叔哈，是芬园乡的乡长。我们接下来在芬园乡从以前就有很多的儿童节目。那我们在暑假的时候，接下来我们会有那个音乐季了哈，而且我们暑假也有那个电影院，再来就是亲子嘉年华，还有很多的这些篮球活动、篮球夏令营。为的就是我们的下一代了海波儿童剧团演出《勇兔如比》与《黄金萝卜》，及鞋子儿童实验剧团演出的《老鼠娶亲》，透过故事告诉小朋友，为了追求梦想而付出努力的成长过程，要相信自己，也肯定他人的优点才是最重要的。今年八场乡镇巡演活动已经圆满落幕，欢迎家长们明年度再带着您的小宝贝再来共度欢乐时光哦。公益频道彰华允、黄诗婷，芬园秀水采访报道。